新的预言书啊，上面写 prediction book， 预测未来的一本书。预测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有些话题，我不要去动它。我这边有几个物件，第一个手表，手表，一支笔，还有钥匙，三样东西。啊，手表、钥匙。那我请你随便从里面选一样出来，但实际上你会选哪一个？已经在我的书里面写好了。那当然是啊，我是魔术师。你现在开始选，我先告诉你哦，随便你选哪个都可以，我没有给你任何的暗示，我也没给你判断过。书上已经写好了，就选哪一个。就是选你选的，确定吗？确定？你现在要换还来得及哦。就算你要换，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。不换，非常的固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书。首先，我们先翻开第一页。有没有看到三样东西？笔、手表、钥匙。对对对。你拿了什么起来？钥匙。好，仔细看，你看它上面写的对不对？现在是动画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那动作再来一次。哎，那边真的有一个手去拿那个钥匙。没错，那是你的手。他早就预测好有人会伸出一只手拿钥匙。Oh my god！